在电脑萤幕前或使用行动装置看实况的时候，记得不要贴着萤幕看，维持适当距离，并保持灯光明亮。使用耳机的看官也不要把声音开得太大声哦。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收看《熏的实况》，我是熏骨烈，节目晚一点 ，Minecraft。没错，我们今天要来玩一张，算是好像也不新哦，一张对我来说算新的地图哦。啊，这个刚刚听到那个点击声，不知道有没有看官猜出来？我们要来玩的是一张叫做 MapleCraft 的地图哦。我们先点进去看一下哦。这张地图呢，它就是用 Minecraft 的方式重现的风之谷，有没有？这个首先是熟悉的背景音乐，然后连这个 HP MP 哦，都是以前的这个风之谷，对，这个 UI 没错。然后这个地图呢，这个作者有说，它就是重现这个 Big Bang。也就是风之谷变成新风之谷那个大更新以前的风之谷，这个相信是勾起了很多这个我不知道八年级生的回忆嘛。对，这个有玩风之谷的一定会感到很怀念哦，这个真的是不开玩笑。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的这个地图有什么。这边有开始游戏新手教学。这个作者有说就是你 Minecraft 里面要做一些设定啊，那我已经设定好了，这边应该可以直接哦。新手教学应该是像风之岛那样吧，我先点看看哦。是诶。因为我之所以会知道这张地图，是因为我有看鬼鬼的实况，然后看了，我那时候一看到他的实况，我就很想，当下我就很想直接自己也来拍，但是就是因为自己很忙的关系，所以拖了很久，到现在才拍，我也感觉应该很多人都已经拍了。好啦，这边就是熟悉的风之岛的场景，跟罗杰对话一下。欢迎来到 MapleCraft 世界，接下来我会教你一些基本操作，准备好再跟我对话。再按一次，吓到我，把 HP 归零的话可不是闹着玩的。对，这个就是之前你如果玩冒险者的时候，你初心者就是最开始新手教学就是会有这个啊。那这边的话，我们是按两下就会吃苹果嘛，但是 Minecraft 看一下是怎样，点击右键，但是我们可能要先到这里再按右键吧，是，好，然后再对话。在 Minecraft 中使用药水，虽然不会消耗药水，但是会直接消耗你的封闭，这么方便的吗？直接扣钱啊，要注意不要把封闭都消耗光了。教你一些狩猎的技巧。好，狩猎怪物，你的 attack 道具了吗？拿着它点击右键就可以攻击，垂直的视角并不影响你的攻击范围。然后要收集小石球的石块啊。作者有说，他会建议我们在玩这张地图的时候使用第三人称。那其实我们就试试看。其实如果是这种 Minecraft 的话，我是比较习惯第一人称哦，但我们试试看哦，这样可能比较有玩风之谷的感觉。按右键嘛，对，能力值好像有一点低啊。那这个我之后应该会转职成弓箭手。那等等，他应该讲到能力值吧，我猜啦。我们就先不要急着讲能力值哦，跟他对话一下。哦，这就是麻烦的地方了。我觉得我跟 NPC 对话应该要切换成第一人称，不然我会觉得我点不到。你的等级也提升了，一般攻击技能也是战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Menu 开启技能栏，这是 Menu 好，然后使用技能点数升级。好，我记得初心者技能应该对，这个是 Big Bang 以前就有的。那这边我习惯都是先点疾风之毒，先加快自己的移动速度，然后这可以放在哦，它会直接放在我的那个快捷键，对，然后我再来会点团体之余哦，嫩宝投资术，你玩久了就知道，其实一点屁用都没有了，顶多是初心者的时候让你打怪打快一点，你转职之后完全是不会用到的，对，要我使用一次技能是不是？好，来看一下哦，这是我们平常的速度，而且可以跑吗？可以跑啊，所以这个技能真的用得到吗？在 Minecraft 的话可以感觉到速度是真的有变快哦。我猜它应该是给我个速度1或是速度2吧，就是那个对，就是 Minecraft 的状态。好，好像很明显哦，那个时效一过又变慢了。好，对话一下，
menu 当中还有能力值，升级时除了技能点数，也获得能力值点数，不要忘了分配到你主要的属性上面。装备的使用方法。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能力值哦。我刚刚讲到说，我这一集应该会转职成弓箭手，然后再跟各位看官说一下，如果你想要看熏完之后再继续玩这张地图，并且用这张地图体验其他的职业，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讲。然后如果这部影片突破2个喜欢的话，我们可能会再继续拍这张地图，然后玩别的职业。那大家要记得哦，从以前开始，这个职业，比方说弓箭手，它就有分支。弓箭手的话是分成猎人跟弩弓手嘛。那你可能要跟我讲哦，假设你想要我玩法师，你要跟我讲是分支到什么火毒冰雷还是神女，要讲清楚，讲到二转的那个职业链，不然我会不知道是要玩哪一个，好不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点的是能力值哦，能力值的话应该也是在这里，然后点这个。好，我们刚刚讲到说我要转职成弓箭手，所以呢，我的主属性是敏捷，副属性是力量。对，以前是要点力量的。那我们点的依据通常是等级加5啦，力量是等级加5，然后剩下的点敏捷，好不好？那我们这边就把力量点到10点，剩下的转职之后我们点敏捷，对，然后对话。啊，他给了一把武器叫刮胡刀，比现在的武器还要强一点嘛，对付怪物需要强力的武器。现在将刮胡刀放在你的主手点击右键，这样，哦，这样就装备刮胡刀了。欸，那我们有装备栏吗？哦，所以不是这个装备栏哦，你玩这张地图的话不是这个装备栏。然后装备，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的装备栏哦，如果我们玩这张地图的话，这个要注意的。然后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它这个 UI 真的是非常的那个，非常的厉害，重现度非常的高，算是蛮厉害的，非常好。顺便提醒你，透过 menu 打开装备栏，可以用滑鼠确认装备能力。诶，真的假的？诶，这个有点厉害，而且它连这个装备介绍的界面，好像都跟风之谷很类似，对吧？有点强。好，也能点击左键，这样，哇塞，这个也做得到，是怎么做到的？好强哦！欸，那很方便，这个几乎是跟风之谷一样，能够做到这点，我觉得蛮厉害的。好，再看一下，完成所有教学，点击进入右边的光芒，点击哦，好，所以是先泡进那个里面，再点右键，可以吗？这样。嗯，哦，有了有了。好，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堕落城市哦，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来到堕落城市了。这边是重现堕落城市哦，然后它基本上东西还是用 Minecraft 盖出来的，所以会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但是这个水管，这个水管倒是做的蛮像的，而且这个是可以爬的吗？所以我可以爬上去吗？看一下，哦，可以，可以爬，哎，它可以上去吗？欸，好像不能上去，所以这个就只是一个造景而已。我想要看一下它的建筑，喔，有时候还可以观赏一下。它这个也是做类似那个堕落城市的建筑的感觉，只是用 Minecraft 改哦，喔。它能够有这样的重现度，我觉得已经算蛮厉害的。好，然后看起来，欸，智慧爷爷，难道是跟某些师傅一样可以升等吗？我看一下，喔，我现在我需要知道一下我的那个。等级，我现在等级是等级5哦，所以很明显我们，因为我记得这张地图是没有给地图给你练等的，所以可能真的要找智慧爷爷吧，让等级上升70等为止，请给我剑士的基本装备，给我弓箭手的基本装备，哇，完全就是让你连练等的功夫都省了。我先升到10等好了，可以吗？欸，真的可以，6七八九十，所以我就10等了，真的假的？然后我们这个时候点 menu 看一下，欸，我们真的10等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找赫丽娜对话。我们要转职成弓箭手，然后我会走的分支是那个猎人，哦，就是用弓的，不是用弩的。好，我想转职成弓箭手。欸，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哦，如果那个一转或二转或三转。或四转吗？我不知道。
你看我头上有个女神往上浮哦，但是我不知道刚刚那样各位看完看不看得清楚哦。我记得这个转职是可以点两下，就是它会直接重置，所以我们用这个第三人称再看一次，有没有？第三人称看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有技能了，我们先升到三四等哦。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升等就是这么的容易哦。然后就可以转成猎人对吧，不过我们要先把技能点数用完对不对。装备我们现在全身脱光光，我们没有弓箭手的基本装备呢。话说我们敏捷都没点，他就让我们转职成弓箭手，欸，因为他没有能力值限制吗？欸，哦，转职成弓箭手，他会自动帮我配点，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吧，不然以前都有限制啊，你能力值没有到一定的数值以上是不给你转的。嗯，然后我们现在是先配点嘛，我们先配那个技能，我记得我以前是怎么点的。现在一转一定让你点满哦，但是以前不一定哦。断魂剑一点，二连剑点满，反正二连剑一定要点满。如果我自己玩猎人，我是二连剑点满了 啊玩弩弓手我不知道，弩弓手感觉是二连剑点满，但我不确定哦。然后霸王剑点满，然后我记得是集中术不一定要点满了，精准强化先点。要让百步穿杨出现，百步穿杨精准强化三级以上。好，那集中术，我以前玩的时候，我觉得集中术可以不用没关系。百步穿杨八，好，我们剩几点？欸，我们现在三十等对不对？欸，奇怪，怎么会多这么多点？我们现在的等级是，我们现在等级是多少？欸，怎么会变45等？我为什么会多15等？欸，这样我会不知道欸，等一下哦，这样就很麻烦哦。我们要想一下这个，好，我们现在是45等对不对，刚刚有看到 45, 所以我们多了15等，也就是多了45点，所以我实质上我们的技能点数只有 17,17 的话，好，看一下，欸，我记得精准强化跟百步穿杨可以点满的吧，那么点哪个啊？精准强化点满嘛，我精准强化点满好了。然后我们只剩四点可以点百步穿，欸，以前是这样吗？以前点数有这么少？百步穿只能点四点，这是对的吗？好啦，我们就先这样玩啦，应该是差不了多少啊。射击距离，我觉得射击距离跟命中率都蛮重要的，喔，但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记得可以点满啊，不知道为什么就点不满。好吧，然后我们就二转当猎人，照理来讲应该是可以的吧。你30级以前的点数用完应该就可以了。好，再来，我想直接升到70等，欸，对吧，我们升到70等，我不知道是不是转职的时候它会动我的等级，先确认一下，我现在等级是45。好，来46 47 48 67 68 69 70，好，这样就70等了。好，这边我就真的是有点忘记了二转的技能。嗯，首先我觉得炸弹剑应该是要点满的，哦，无形之剑比较没那么重要吧。对，我不知道他说药水可以无限制使用，只是会扣封闭，我不知道弓箭是不是也是哦，弓箭可能不是吧，所以我可能要自己斟酌一下弓箭的数量。不过无形之剑应该最起码应该可以点个一点吧，我觉得。好，我们先把炸弹剑点满。炸弹剑我想毫无悬念，我一定要点满。然后精准之弓，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要点满，这还蛮重要的。然后终极之弓也是要点满的。
快攻也是、欸、所以最后没点满的可能是无形之剑跟强攻。要强那个无形之剑有什么限制？快速之攻五级以上。好，这个也点满，这个级等20。强攻无形之剑，我觉得强攻点满好了。强攻我觉得在旧风之谷的时候还蛮重要的，因为弓箭手它有个缺点就是这个，就是如果你太靠近怪物，你会直接拿弓打怪物，不会射箭，那那个伤害非常的低，所以对弓箭手来说卡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怪物密集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对，那我们甚至没有弓箭手的基本装备哦，跟他对话一下。弓箭手，好，有了，然后把这些装上去。然后再放我们的技能哦。技能的话，我要看一下哪些可能会用到。那个，首先二连剑会用到的，二转的时候还是会用到二连剑。然后这些都用不到集中术，我甚至是没有点它的、哦。好，再来是强攻可能会用到，快攻也可能会用到。再来就是炸弹剑，无形之剑应该等弓箭用完的时候才会用到，先不要理它。然后我会把炸弹剑放在二连剑旁边，快攻放在旁边，这三个是攻击，三种攻击技能，然后快攻是 buff。好，那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尝试以这样的方式去挑战我们的超级绿水灵族的任务啊。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地图最重要的一环啦、啊、我们要来怀念一下我们以前跟伙伴们一起挑战超级绿水灵，现在应该是打不到了，现在应该找不到人了。好，我们就来试试看哦，以这个怀旧的风之谷弓箭手猎人职业来挑战这个组队任务，好不好？那就直接跟他对话。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去吧，进行组队任务。好啦，直接来到我们的第一关哦。第一关的话应该要先过去找他哦。然后这个水很明显，这个水只是造景哦，你可以直接踩在上面哦，不会陷下去。好，在这个关卡你需要打败鳄鱼取得指定数量的优惠券，等级一升到等级二所需的经验值哦，这个这题简单，哎，还好没有问我那个转职要的能力值，那个我都忘光光了。等级一升到等级二的经验值呢是15，这个我还记得的、哦。好 ，A 这个鳄鱼，我、哦、是 Minecraft 鳄鱼。好，二连剑啊，很明显，我刚刚啊，哎，我不是装着弓吗？哎，这个要装备是不是？哦。要装备这个弓、哦，这个地图用弓的话，连箭都要装备，好吧？好啦，现在我知道了，二连箭。哎呦，这个可能要用，这可能要用那个第三人称才比较有 feel 是吧？然后它的剪取，它没有剪取，它跟 Minecraft 很像哦，就是，等一下我可能要绕一下。通常这个时候我会用强攻啊，但是我现在还有点不太熟悉哦，来不及做切换。他捡东西是直接碰到就可以捡，哎、欸，其实我根本就卡在这个平台就好了吧，反正他会一直升啊。还有就是以前齁玩那个风之谷哦，等一下，强攻，好，哎、欸，我切换完他就拉近了啦。可恶！通常这个时候应该用炸弹剑的吧？好，可以，先弄晕啊，先弄晕再打。通常哦，玩风之谷哦，玩弓箭手的话都要先卡点啊，就先找到一个平台，可以让你设另一个平台的怪物。但我现在找不到啊 ，Minecraft
用 Minecraft 这种 3D 的方式比较难找啊。我们现在看一下有没有卡点，那边吧，应该是那边。我们不如去试试看好了，毕竟以前风之谷就是这么玩的、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试试看、喔。这边是一个树，等一下哦、喔。哎、欸，我发现用第三人称很难走、啊。它有一些虽然不是，虽然没有阶梯，但可以爬。等一下哦、喔，这个感觉是要这样。好，这个先弄晕。刚刚还有看到终极之弓的发动哦，等一下他们会掉下去啊！以风之谷来说的话，怪物应该不应该是要会掉下去的吧？还是我们就不要理他了，我们不要理他了啦。可是不理他的话，好像不会生哎、欸。等一下啊，不要这样，冷静冷静，我们要打你啊！要撞我，不要一直撞我。先弄晕，好，我在尝试看能不能卡点啊，像这样吧。这样就射得到，对不对？啊，等一下我掉下去。等一下啊、喔，等一下。可是那个，你看啊、喔，我可以射，我应该是可以射那个平台的怪物，可是我会很难过去捡东西。所以看来这不是一个好卡点。不是啊，你知道。如果是 Minecraft 的话，感觉从一个平台跳到另一个平台就已经有十足的困难了。哎，我们还是乖一点啊，我们在同一个平台打就好了。我觉得两个还是不太一样哦，这样这边就比较射得到了吧？这里，对啊，这边就射得到，只是过去捡东西很麻烦。如果我们是那种单纯练等哦，然后不捡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尝试卡点。这边刚刚有没有掉？有掉卷。我们现在有几张？十张。我觉得我还是在摸索，我仍然在摸索当中，因为在 Minecraft 上面玩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不过大致上弓箭手的雏形，但确实是这样没错，就真的就是这样子在打怪了。只是有一个差别是那个啦 ,3D 啦，所以你除了左右要对以外，前后也要对，所以有常常会有射偏的现象。MP 要喝一下。比较不一样的还有就是那个吧，我感觉卡点攻击非常的困难。好，然后直接打下去，强攻直接打下去，这个怪物会掉下去，确实是有点不太方便啊。就是强攻就直接靠下去，强攻是很容易把怪物给打很远的。我觉得我打那边也没意义啊，因为我也不会过去捡。欸，我们差一张哦，有了，满了。好，我们第一阶段完成哦。第一阶段像这个我觉得就可以开个疾风之步，只是我的快捷键满了，你知道吗？我快捷键满了。好，然后再按一次应该就 clear 了，然后对着这个按右键啊，有鳄鱼要撞我。好，再来这一关感觉是四个绳子 C4 取3，对不对？先对话一下，三名队员同时抓住四条绳子中的三条，人数不足可以领取踏板娃娃。好，我们就领取踏板娃娃。好，这个等一下我拿得到吗？看来这个还是要第一人称欸。好，然后这个与其说是 C4 取3哦，不如说是 C4 取1，就是取三条要采，其实就等于是取一条不用采。所以呢，我们先随便猜一个哦，哪一条绳子不采，我们先不要采这一条，好不好？所以就是这三条吧，踏板娃娃放上去，好像放不上去欸。好，这样子。这样一个娃娃，刚刚说哪个绳子不要踩？这个吗？这个不要踩，还是先踩这个，这个比较好。等一下这可不可以拿掉？好像不行欸。话说 Minecraft 好像也会有，话说这张地图好像也会有晚上，所以地图就会变得很暗。
它的时间是不会停的，不会说原本在这里是白天还是晚上，它就用白天还是晚上，它的日夜是会流动的。等一下哦，哦哟，这要第三人称是不是啊？这可不可以弄得好爬一点啊？然后你看，我放大盘黄花又要换第一人称，这样吧，等一下、哦，碰不到吧？好，三个了。好，我们先确定一下是哪三个哦。这里、这里跟哪里？跟这里，所以是哪个生字没有？哪一个生字没有？哦，这一条啦，这一条没有，最上面这条没有。好，这个答案是正确答案吗？错。好，所以我们这次让。我们这次没有这条好了，好不好？刚我们有放这一条吗？现在是这一条没放。好，这个答案对吗？好，过了。好，这个答案是对的。好，那我们下一关。我们先来到这个地方哦，这个地方是猫咪木桶吗？好，看来是猫咪木桶没有错。好，这边还是听一下对话、喔，应该也是取三吧，不知道几取三。三名队员同时站在五个平台，所以是 C5 取三哦、喔。然后他可以从猫咪数量来推知，你可以叫他几号平台。对，等一下哦、喔，我觉得这边跳平台应该用第一人称比较好吧。来，这是二，两只猫，这是一只猫，一只猫，这边是五只猫，这边是四只猫吧，所以那个好像要跑的、欸、不是啊，作者，我们只是在回味风之谷，不要连这种地图都塞跑酷啊，真的假的、啊、这有跑酷吗？不要跑酷好不好，为什么连这种地图都要跑酷？这三只猫，所以那边应该是四只猫。哎、欸，这是四只猫。哎、欸，那这边是，哦哟，二一五四三，这是三嘛？所以呢，我们就是C5取三嘛。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先一二三喽，一二三。来，这是二，对不对？放一个。再来这个是一嘛，一的话也放一个。再来是三，应该是最前面的。好，一二三，来这个会对吗？错。好，一二三错的话，我下一个会选一二四，好不好？一二四，我希望这个不要花我太久时间，那个我都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在时间内把这个整个任务跑完呢？一二四。一四是哪一个？四是那个。哎，我这样跳得过去吗？好，一二四，这个答案对吗？哎，过了。哎，还蛮快的，这次运气蛮好的。一二四过了。好，再来这里是我要从哪里走？这里吗？我、哦、这路还蛮长的，这应该是重现风之谷啊，就是当初这一关可能也是要先走很长的路。好，这边是六个木桶哦 ，C6 取三吗？啊，对，是 C6 取三哦，不过这方便很多，这次不用跑酷了，一样还是拿三个踏板娃娃。好，那一二三四五六 ，C6 取三，很显然的，我们第一个尝试也会是一二三，好不好？一二三，嗯。木桶已锁上，要按 shift 是不是？哦，是要按 shift。好，那这边一二三，对吗？哎、欸，运气好好，一二三直接过。他是真的怕我时间不够。哎、欸，这运气真的很好哎、欸，一次过哎、欸。好，再来最后一关了吧？没记错的话，在哪里啊？我要怎么过去那里啊？不会又要跑酷吧、啊？哎、欸，不是啊，不要闹。真的没有方法可以过去，先跳下去，然后先爬这个吧。
等一下，那是疯独眼兽要跑来撞我了。嗯，哦，有了。等一下，为什么？这到底什么结构啊？这是梯子吗？还是音架？等一下哦，看不到啦。这个真的难跳。然后你看哦，我要换平台的时候又要第一人称，切来切去，真的切来切去。而且这个还要跑酷哎，摔下来就乐极生悲哎。然后又要再切人称，啊，好累哦！我只剩13分钟了，可以不要这样吗？我只是要找 NPC 对话而已，然后最后掉下去了，快气死了！然后我还要注意不能跳太大力，跳太大力我直接从这个平台上掉下来就乐极生悲了。对啦，我就只是要跟你对话而已，超气耶！那我又现在又要切一次人称。十张通行证，打倒所有怪物，好，来咯，要来打架咯，打架我最擅长了，不要跳一堆有的没的平台，好不好？这边感觉比较辽阔一点，我感觉应该比较不会有太靠近的问题，甚至我应该也不需要出手使用炸弹剑了，或是我一直忘记开 buff，就是那个啊，快攻。我们现在有快攻了，好，再来继续我们打怪的旅程。欸，这边打得到，我还以为会打到树，或者说我们都70等了，怎么打这些怪伤害就是可能两三下就秒，没有，我要炸弹剑。还是要打好几下，我以为70等应该可以做到秒怪之类的，这边应该没怪了吧？没怪，我往下跳咯。好，这边是一大堆的青蛇，哦，青蛇就秒了，青蛇就秒了。嘿，这边没有怪了吗？青蛇比较小只哦，比较不容易看。嘿，这边还有一只。青蛇明显就弱很多，虽然我记得救风之谷的时候，青蛇也是有一定的凡人程度的，就小小只，然后速度很快，爬来爬去，然后可能新手进那个沼泽地就一堆墓碑了。这边还有一只，真的不容易看欸，找很久才发现欸，还有一只，再往下咯，查水表，欸，是不是直接要超级绿水灵？等一下，我还没有，欸，9，欸，对，所以只剩这一只，所以上面那个平台是放好玩的。来，我们要打超级绿水灵了，就直接打咯。那个快攻也还在哦，我应该可以直接打。小心地震哦，我看一下地震一下多痛。等一下，先不要撞我。欸，他刚地震没打到我。欸，地震。他地震都没有打到我。欸，我想说我看一下地震的伤害，结果地震都没有打到。我以为他的地震是那个全土的。就是你只要没有跳起来，就一定会有受伤。等一下，我这边是不是要切一下人称？259，那个是地震吗？还是只是撞我？等一下哦，他地震好像打不到，欸，257，可是我感觉那是撞的，欸，不然我们看给他撞一下。欸，好像是真的是地震，欸，撞一下多少？撞一下是100多而已，所以地震比较痛。哦，所以地震真的有比较痛。好啦，不跟你耗了，来吧，受死吧，超级绿水灵。欸，那个百步穿杨没有点满，是不是真的有差，啊？好像真的有差，欸，感觉距离好短哦，喔。欸，他不能晕对不对？他是 boss 欸，他应该是不能晕的吧？我们是可以试试看啊，在哪里？你会不会晕吗？欸，打得到，他不会被树叶挡住。你不会被晕对不对？你会被晕吗？让我看一下，我看不到他的状态。我觉得他不会被晕欸，他是 boss 啊，他应该不会那么容易被上状态。怎样？他还是那些树叶虽然不会挡攻击，但会挡路啊。
等一下哦。啊，他召唤那些水灵了，绿水灵。我觉得召唤的要先打掉，所以我先用炸弹剑。等一下哦，还有吗？召唤的要先打掉了，因为不打掉的话，你会跟那个他等等死掉之后分裂出来的绿水灵搞混。好啦，我觉得差不多了，他可以受死了，他甚至没有要往这边靠过来的意思，他就是直接站在那里让我打。好，他死了，然后呢，死掉之后呢，就会蹦出我不知道几只诶，蛮多的，这么多的绿水灵。那说到这个以前的超级绿水灵，我先捡一下通行证。大家都会有一个迷思哦，就是他们不知道打死了这些超级绿水灵，这些分裂的绿水灵要不要打死？有人说留着直接跟 NPC 对话的话，拿到的奖品会比较好一点哦。但我对于这样的迷思，我的看法是，我不相信，我都直接打死。我觉得没有差啦，就是最后还是凭运气啊，就是运气好就是会拿到很好的奖品，运气不好就不好，跟打死绿水灵没有关系。那各位看官，有没有人以前有玩过这组队任务，然后也有这个迷思的呢？可以在影片下方跟我说一下。不要跑，通通都得死，好不好？好啦，我们要在7分钟之内爬到最上层去找我们的，对，NPC。这个传送点是可以传吗？好像不能诶，它就只是个造景而已吗？超气诶，你就让我省一点爬绳子的功夫不行吗？等一下，我这要怎么上去？这个一定要点右键吗？哦，有了啦。我想说怎么可能没有传送点？等一下哦，好，再踩这个，有了，那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等一下，我剩5分钟哎，这要怎么？这是成就吗？可是要怎么拿？哎，这要怎么拿？这要跑酷对不对？这感觉要跑酷才拿得到。反正我看到这个东西，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好像知道要怎么拿，从这里跳下来，然后要踩在这些树叶上面，然后这样子拿下来，对吧？还是可以用跳的。我感觉是拿不到啦。等一下，要是我时间还够，我就会尝试拿一下这个东西了。这个感觉是要跑酷吧，是绝对要跑酷吧。好啦，算了，反正呢，我这边有看到一个东西，在哪里？在这里。对，这个反正有看到，但是我不拿，主要是我时间剩太少了。如果我时间剩多一点，我是会试试看。好，再爬这个。好困难啊！如果在风之谷3秒内就可以办得到的事，在麦块可能要花1分钟啊。这疯狂的切视角啊，通过所有关卡，然后会到奖励地图。哎，我们会拿到什么东西？我们还会再拿到一个东西，对不对？再对话一次吗？哦，对啊，我们拿到了方形耳环。我不知道这个奖励算好还是坏。因为已经太久没玩了，我记得最好是拿到卷轴，对不对？30%，诶，以前有30%吗？以前好像是10%嘛，10%60%，对，10%60%100%，然后30%70%是诅咒，我不知道以前诅咒好像是比较晚出的，诅咒卷轴，对吧？然后这边就是奖励地图啊，我记得就是经验值比较多，然后会掉一些比较特别的药水这样吧。对啊，应该是这样。好，我们这边可以先打打怪哦。这边有赤姑姑跟绿姑姑哦。不过这个感觉经验有比较多吗？
我也是不知道哎、欸。那可能要切一下视角。我觉得切视角比较容易知道你跟怪物的距离。哎、欸、，MP 不够了。这边先拉远哦。我记得好像是玩具城吧，玩具城的奖励地图，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哦，因为他们的怪物会掉什么柳橙汁啊，什么还有什么汁啊，柳橙汁、葡萄汁，我也忘记了，一堆果汁，看都没看过。那个时候觉得哦，好稀奇哦。我说他们怎么中我还是这么痛？我不是七十等的吗？我不是七十等的吗？他们中我怎么还是这么痛？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好啦，我觉得我可以先离开了，因为他们感觉就是掉一些赤咕咕伞跟绿咕咕伞而已。好啦，差不多就是这样。离开。好，在这边可以直接退出哦，奖励也拿到了、哦，拿到一个耳环，耳环装一下好了，好不好？虽然好像没有屁用，那个为什么有一些装备，尤其是耳环哦，它根本就没有加能力值，就是要你冲卷轴的意思，好不好？以前的耳环就是这样哦，不然就是有一些可能会稍微加个模仿之类的。好，那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这一次这个 MapleCraft 哦，成功以猎人这个职业体验了我们的整个超级绿水林的任务哦。那各位看官，如果对这张地图有兴趣，想要看我重现其他职业的话，欢迎影片下方留言。还有就是这部影片突破两个喜欢，才会拍下一集，好不好？那我觉得呢，这张地图呢，算视角切换，我觉得这就是你用 Minecraft 玩风之谷一定要面临的事情啊，我觉得无可避免。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它很多东西都重现的非常的细致，尤其是这个能力值、这个装备、技能、这个 UI， 我能够重现，而且你还可以去点它，你滑鼠移到这里，你可以看这个介绍，我觉得就要给很高的评价。还有它 UI 的重现，甚至怪物的重现，那个怪物啊，怪物是用 Minecraft 的方式做出来，那个建模应该也是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哦。所以我觉得作者那个猫狗猫他其实是有在巴哈发文写他的制作过程的，各位看官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哦，感觉就是非常的厉害，好不好？那各位看官如果还想看我玩这个其他职业打这个任务的话哦，也欢迎就是留言提出你想看的职业，说不定我之后就有机会拍了。差不多就是这样，那我们这次的实况差不多就先抓这边了。好，那小明天的实况就先抓这边好了。Let's go to the episode。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在影片的下方一个喜欢，并且分享，想继续看下去啊，在影片的下方订阅，从现在开始成为看花，闭眼都点顺便一下铃铛。有朋友什么意见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你今天是名部最大动力，有没有就在 FB 号 IG。好，那小明就下次再见啊，拜你。哦。好，谢谢。哦，又来了，不，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